台湾历史最悠久、最权威、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设计奖，今年迈入第33年。本次不但将报名资格扩大为全球华人市场，颁奖典礼也首度高规格举行，邀请今年在金曲奖打响名号的 JL Design 担任统筹，主持人则由重量级的朱平与 Janet 搭档。老师真的不用紧张啦，今天真的是算是你的 party， 今天就是所有的都是你认识的设计师们，而且现在是年度的设计师们的大 party， 而且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啦，因为是今天是你第一次主持，通常如果我会紧张了，我会往外看，然后看所有现场的人，然后就是可能会选一两个你比较熟的人，然后就假装所有现场的人都没有穿衣服。我更紧张啊。今年得奖作品共有21件，来自台湾、香港、大陆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。其中，台湾的得奖作品最多，有11件。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它是结构与美学最佳的结合。那我们很高兴可以以这样子的角色得到这个奖。那我们身为设计师，又生活在都市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力量改变目前生活的状态。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传统文化的渲染，然后把老北京文化、曲文化还有茶文化汇集到每款设计当中，然后把这些传递到世界各地。然后我们呢，也是希望把我们所有的设计和所有的这些文化的东西，进行的发展和传达。经典设计奖已经从台湾迈入全球华人世界，跃上国际舞台。今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1901件作品参赛。经典设计奖的精神就是要去发掘华人的艺术与文化传统，并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结合，以创意与设计展现出来。期待明年的经典设计奖更为精彩。